你以为只是在撸猫，这个动作其实正在你大脑里启动一连串精密的神经化学反应，科学的改造着你的情绪。当你抚摸猫咪时，大脑会释放强大的化学阵容，建立信任感的拥抱荷尔蒙催产素，调节情绪的血清素和驱动愉悦感的多巴胺。同时，你的压力激素皮质醇水平应声下降，心跳放缓。这位撸猫解压提供了最硬核的科学证据。但有趣的问题来了。 长久以来，科学家都知道这种催产素循环在人和狗之间普遍存在，但对于神秘的猫咪，这几乎是个未解之谜。直到最近，新的研究终于证实，这绝不是人类的单相思。例如，2021年日本的一项研究就发现，短暂的撸猫就能提升主人自身的催产素。而最关键的突破在于揭示了猫咪大脑的秘密。 研究发现，猫体内催产素的释放完全取决于它的性格以及互动是否自愿。对于那些主动靠近、坐上大腿、用头蹭你的猫，研究人员确实监测到了催产素的飙升。它们与你待在一起的时间越长，这种激素的提升就越明显。但对于那些天生比较疏远或焦虑的猫，情况就完全不同。研究甚至发出了一个警告：对于这些猫，强行拥抱或抚摸，反而会导致它们的催产素水平下降。 尊重才是开启这场美妙化学反应的唯一钥匙。这也解释了另一项研究的发现：互动后，狗的催产素平均飙升了百分之五十七，而猫是百分之十二。这不仅因为狗演化的更像社交达人，更因为它们的互动模式通常更主动和外放。所以，我们或许能从猫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一课：真正的连结始于理解与尊重，而非单方面的占有。你和猫的关系，因此不是单纯的情感寄托。 而是一种深刻的、需要双方共同维系的神经生理学联结。下次抱起它时，请先观察它的信号，因为你们之间不只有爱，还有一场需要彼此尊重才能开启的美妙的大脑科学。现在，把这个重要的发现分享给你身边每一位爱猫的朋友吧。